十八岁及以上大马人的调查，重点关注国人如何看待来临大选。调查显示，26%选民倾向将票投给西蒙，24%倾向投给国政，13%倾向投给国盟。不过，还有高达31%的选民保持观望态度。还记得奶奶说，从前一碗鸡饭根本不用马币2块钱呢、啊。现在物价真的高到可怕，2块只能买到一杯雪茶。到后来沦落到1块马币兑新币掉到只剩下33。马来西亚人含着泪离开，他们说要更美好的未来。政客的空头支票，其实我早已经习惯。看到你跳来跳去正当交替，但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爱过吗？不要再对我说谎，这次的大选我应该投什么样的政党，真的好烦。从前投给反对党，可是突然换了首相，投与不投又何妨。从前说改朝换代，用999张选票换有你的未来，只要你在。后来你辜负我的期待，承诺的始终没有到来，还连连落败。莫迪卡民调中心认为，调查结果预示着本届大选很大可能出现没一个单一政党联盟能够以简单多数一席执政的情况，而是需要至少3个或更多政党或联盟合作以组建政府。政客的空头支票，其实我早已经习惯。看到你跳来跳去正当交替，但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爱过吗？我说谎，这次的大选我应该投什么样的政党，真的好烦。从前投给反对党，可是突然换了首相，投与不投又何妨。从前说改朝换代，用999张选票换有你的未来，只要你在。后来你辜负我的期待，承诺的始终没有到来，还连连落败。没后悔投过你，就算你不争气，没交出好成绩，只要你不乱乱起家，我就 happy。说谎，这次的大选我应该投什么样的政党，真的好烦。从前投给反对党，可是突然换了首相，投与不投又何妨。从前说改朝换代，用999张选票换有你的未来，只要你在。不要再辜负我的期待，马来西亚人民的未来，交给你安排。